告别从前，我是这样轻轻地走到你面前。是谁让这天空多云转晴天，能让那飘飞的思绪清静太阳的脸，打开心扉，让我坚守明天。你有一座里程碑立在天地间，是谁让这天空多云转晴天，能让那绿色的风远成为我的眷恋。一岁又一岁，一年又一年，怎能不知这追寻有着怎样的航线。一岁又一岁，一年又一年，你我的笑容又留下最美的语言。追寻有着怎样的航线，一岁又一岁，一年又一年，你我的笑容又留下最美的语言，你我的笑容又留下最新华社消息，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黄火星今天在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上建议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，组成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，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。他说，这次准备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的10名主犯是江青、张春桥、姚文元、王洪文、陈伯达、黄永胜、吴法宪、李作鹏、邱慧作、江腾蛟。依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，对已死的各犯不再起诉。今天的会议由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主持。黄火清在会上就林彪、江青受审刷牙了查情况做了报告，还提请人大常委。这帮狗东西还审什么呀，干脆告诉我拉回去，通通枪毙。枪毙一次太便宜他们了，应该崩一次救活了，再崩一次再救活了，再崩他一次。嘿，老太太您这招真高，赶明儿我帮您呼吁呼吁。您知道啊，您这招在古代叫什么吗？千刀万剐呀。快，都来不及了。哎妈，哎，那吃了再走啊！拿俩馒头，一边走一边吃。两口，这是怎么了？天天早上跟救火似的。我们厂总是劳动去呢，迟到2回，奖金就全都扣光了。大海，我门口等你啊！国务院副委员，来，走了，慢点走。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，妈，我也走了。哎，你怎么也走了？7点没到呢。今天数学考试加一趟早自习。谢谢了，今天一大早就忙了，真是迟到病。干什么呢？爸，回来了。哎，这什么东西？收音机。他
得了，别铺老帽了，这叫录音机，我刚从百货大楼买的，排了半天队呢。来，哥，听听。喂，李德是大坏蛋。好玩吧？这么小录音机我还头一回见。我们单位开会啊，用的都这么大个的。这磁带也不一样啊，嗯？这是最新产品，日本的，专为家庭设计的，能学英文，又能听音乐。哎，这小日本还真行啊，家里都用这么小的录音机了。咱们文革是倒退了十年，人家是发展了十年啊，真是差距太大了。过去啊，咱们总说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，现在回头看看，水深火热的是咱们自己。你们这个提法也不全对啊，跟西方发达国家比，咱们差距是很大，但是要跟非洲、缅甸这种第三世界国家比，咱们还是很有希望、很有潜力的。哎呦，再发展你也赶不上西方啊，人家都有私人小汽车了。您行吗？爸，您一个月200块钱算是高薪了吧？不吃不喝，一年2400，十年24000，100年才24万。反正我这辈子没指望了，我也不想。你们考虑问题啊，都太极端了，不是老子天下第一，就是自暴自弃。崇洋媚外，连月亮都是人家外国人的眼。我跟你说，爸，你甭上纲上线，你承不承认？人家外国就是比中国强。哎，你听的什么呀？你没声音，关上。这是邓丽君的歌，现在特流行，我们学校都在听呢。在这个家就不能听。行了行了，别吵了，吃饭了啊。你们俩怎么回事？见面就吵。我和爸爸有代沟。现在都是80年代了，爸爸思想赶不上潮流了。哎呀，平平行了啊，上了几天大学就教训他老爸来了，这算什么新鲜玩意儿啊。哎，解放前弗洛伊德的书我都看过。是啊，想当初啊，你爸还考上了纽约大学物理系呢。少见多怪。对，爸呀，你要是不比我们强，你能当司长。拍马屁。大海啊，大海，妈，大海呢？不是跟你上班去了吗？怎么没一块回来呀？没有。出什么事儿了？厂长打起来了。哟，上班时间跟人聊天，让厂长撞上了，批评他几句，嚷嚷就跑了。吓我一跳，我以为出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呢，不就跟那厂长吵架吗？你妈哪天不扒拉那经理两句？妈，我们现在厂里跟原来不一样了，规章制度严着呢，谁要是抓了典型啊，就得扣工资。扣工资？反了他了，工资是国家给的，不是他的，他要敢扣工资，咱们告他去。哟，老太太，您甭跟这一块儿裹乱了，人家那是维持这规章制度，你凭什么告人家呀？不能来硬了来软的，你跟那厂长啊好好说说。哎，他们家缺鸡蛋了，妈给他买10斤送去。哎呀，妈，您真是急糊涂了，现在鸡蛋早就敞开供应了。就是，那就买麻酱，买粉丝。这出什么馊主意？您是，我跟厂长说了半天，人才答应呢，让他在厂里边做个检讨就完了。我是怕他那个狗怂脾气啊。还不得死要面子不服软啊！你还是我媳妇儿了解我。哎呦，我是谁呀、啊？我是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，凭什么他说怎么就怎么着？急了我就大嘴巴，我抽你！哎呦哎呦哎呦！哎呀，打人可不行，那犯法的，咱给他贴大字报。妈，贴大字也犯法。别说了，没瞅着他喝醉了吗？谁能喝醉？我心里都清楚得很，有什么？不起了，他没杀人，也没换我，他要敢扣我一分钱，我就去上他们家吃饭去。哎呦，在屋里说去，在屋里说去，妈，坐下。
请你的手艺越来越精了啊。嫂子，你现在要是开个饭馆肯定特赚钱。哎呦，我可不行，平平又胡说，哪有个人开饭馆。哎，现在的政策比较宽松了啊，对那些没有工作的人，鼓励他们搞点个体经济，比如办个小商店，弄个什么饮食摊点啊。个人开买卖，这不是回到解放以前了吗？妈，你怎么像马列主义老太太？哎，你想啊，群英要是开个饭馆，他的手艺肯定吃饭的人多呀，那他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得雇人，那被雇的人跟他是什么关系啊？当然是雇佣关系了。还是的，他的买卖越做越红火，雇的人就越来越多，那他自己就不干活了，就当了老板了，这不是产生了新的剥削阶级？你说这个情况啊，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，在中国实际上不可能，国家会采取一些限制政策。嗯，我看限制不住，那人家干得好，你能怎么着？再来 A 次公司合营啊？倒不会，私人开的饭馆永远竞争不过国营。至少我就不会去私人饭馆吃饭。我也不会去的，我害怕，还是国营的放心啊。嗯，吃着好，价钱也公道。妈，你没觉得国营饭馆的服务态度太恶劣了吗？哎呦，你是吃饭还是吃服务态度啊？再说了，现在哪个服务行业服务态度不恶劣呀？你卖菜的时候不是也跟人家吵架吗？吵怎么？愿买不买？现在中国是卖方市场，人多东西少，有多少菜都不够卖。我相信这种局面啊，会有改观的。邓大已经明确肯定了农村包产到户，哼，只要把农民的基金调动起来了，别说面包会有的，牛奶也会有的。本来就应该是这样，各尽所能，按劳分配，这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。嘿嘿，平平这句话说得好。哟，爸，你可算表扬我两句了啊。不过我们在学校啊，最近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。既然是按劳分配，多劳多得。不违法，我们就应该鼓励出百万富翁吗？哎，怎么刚夸你一句你就昏了头了？中国是要追求共同富裕，永远不会出百万富翁的啊！别说百万了，十万也不应该啊！那刚解放的时候，要是有几万块钱，那不都成地主了吗？平平，这次可脱离中国国情了啊！我知道不可能，人家就这么一说呗。我说群英，你该做就做。别总是让人家叫啊。嗯，嫂子你坐吧。想什么呢？没想什么，我爷爷解放前就开过饭馆，听说生意可好了，挣了好多钱，回乡下买了房子买了地，可惜后来抽上大烟，把家产都给抽光了。幸亏抽了大烟，不然你们家成分也该是地主了。哎，我真笨，这都学了一年多了，四年级算术我都不懂，语文字好多记不住，看来我天生就不是念书的材料。你天生就是做饭的材料，家里都说呀，你菌菌菜是做的越来越好吃了。哟，又生气了？我是说着跟你玩的。从现在起呢，我也不太忙了，咱们每天呢抽一个小时时间补习文化课。等我学到中学，人不都得老了？其实你也不用这么逼自己。咱们回北京都快两年了，家里对你还是不错的嘛。你现在都是处长了，以后啊还要当局长。那又怎么了？就是当部长还能不要老婆？那得分什么样的老婆呢？你看你又来了。我这心里就是不踏实，我听人家说处长就是县团级，那县长该是多大的官儿啊？我就是考上电大，也赶不上你呀。照你这么说，我还得找一个女县长当老婆。我想好了，电大不考了，就在家好好的伺候你，伺候你们全家。
我这辈子可就指望你了。这就对了。电影好看吗？还行。你学习那么忙，大白天的怎么有空来看电影啊？爸，您忘了，我们都放假了。哦，对了，哎，你说了放假要出去走走，什么时候去啊？我不去了。干嘛不去了？本来我想跟平平一块儿去的，可是他约了别人。哦。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我知道您要说什么。他是高干子弟，咱是平民百姓，他又聪明，而且人也漂亮，咱处处都比不上人家。可你心里就是放不下的，对吗？爸，其实啊，我们班有个女生对我特好，可我老忍不住拿她跟平平比。你的心思平平知道吗？他那么聪明，当然知道了。啊，像平平这样各方面都拔尖的姑娘，有一个算一个，心比天高。我看啊，你还是趁早把他忘了吧，省得以后一辈子都不安生。爸，您又没谈过恋爱，您和我妈认识，好像还是别人介绍的吧？可我看的电影多呀。行，我试试吧。又出来了吗？哎哎，大凯下班了。哎，又夜班啊？对，夜班。哎，帮我把拿酒拿来。甜蜜的工作，甜蜜的工作，我盼到老了。妈，那大海的事怎么样了？您们自己走。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生活。大海，真扣你工资了。哎呦，您看他们敢吗？今儿我一上班，车间主任就找我说，厂长让我写检查，我让他给我玩去。要检查没有？要没有一条。厂里的违反规章制度的人多了，他们写我就写。哎，您看怎么着？今儿一天没人敢跟我再提这事儿，厂长吓得面都没敢露。刚看圈了脸色，真以为出什么大事了。也就是啊，人厂长都不愿意了，他还跟真的似的。那可不，板着脸一道上不理我。我不光生你的气，我还生厂长的气呢。要这样，那规章制度有什么用啊？一张废纸。你以为什么？那就是张废纸，写给上面看的，你还认真呢？对了，干的好了坏的都一样，那工厂怎么弄啊？这才叫大锅饭呢。哎呦喂，您急急，您干的倒是挺好了，又怎么着啊？哎，甭说是工资了，奖金再来一半多吧，怎么样？行啊，我不干了，大家伙一块混呗。你现在怀着孩子，本来就不该那么干。对了，你还听妈的吧，这孩子要搁我肚子里，打今儿开始歇产假。我进屋，我怎么这么倒霉，嫁你这么个落后分子。别喝你美吧，妈，您说说，
说是改革改革，一沾真格的全都不行了。别生气了，大海，今儿你做饭啊。啊，没做什么呀，他们这落后，别吵了。什么日子啊，瞅你们娘俩穿的是整齐劲儿的，连压箱底衣服都拿出来了，瞧这褶。我就从香港来了，住北京饭店。没听说你有海外关系。哎，远方的说白兄弟拐好几个弯呢，这不回老家来上坟来了。我就说啊，在北京饭店请我们吃饭，玩儿去保证。哎，咱也不能空着手去啊，这不到你这儿就装个点心匣子。对，少来点沙琪玛啊，装满了就行了啊。啊，你也太抠门了，人从香港来，什么好吃的没吃过啊？人亮子说的对，听说香港人呐趁钱着呢，个个是大财主。怎么着也多蒸几块酥皮儿啊，行不行吧？好吧，就蒸几块酥皮吧，我喝着去了，就这么一回，咱也不能给祖国人民丢脸是吧？就是，您给多送两块。亮子，你看妈这衣服行吗？行，都换好几遍了，真是。这么高级的地方，能让咱们进吗？为什么不让咱进啊？说，哎，亮子，啊，这必须得进。我们是来找人的。孩子就让我们来的。啊，谁让也不行，这中国人不许进。我就是香港人，就住这儿啊。住几号房间啊？忘问了，就说那个12点在这见面。对，哦，那你们就在门外等着吧。妈，你也真是的，您应该让我表舅到门口接咱们来啊。怎么知道管得这么严？那你看咱都来了，两个靠边站着，别挡着门，好不好？哎，你这酒店是不是咱中国人开的？你凭什么不让咱进啊？你少跟我说这个，这是专门接待外宾的。中国人这么多，都随便进，还把饭店挤炸了。那，阿姐，哎呀，你还认识我吗？认识认识。哎呀，这是我儿子，快叫去。老舅，这是我一点心意。好亮的肥仔呀，高兴见家人，不必客气，来来，快里边请。我已经在中餐厅啊，为你们订好了位置。不让我们进去？嗯，不会吧？他只是个门徒啊。他就是专门为客人开开门、提提行李的。快走吧，来，来来来，慢慢吃啊，不够再添菜。够了够了，大兄弟你也吃啊。我已经吃好了。哎，我没看你怎么吃啊。大陆上的菜呀，太油腻，味精放的也多，吃下去呀，真是油腻的不得了啊。是吗？嗯，我们在家呀，想放这么多油，还舍不得呢。那你就吃点肉吧。啊，这个动物脂肪含胆固醇太高啊，吃下去啊，对身体很不好。胆什么醇？啊，我也没听懂。好像说吃肉影响健康啊。这傻小子不知道别瞎说，不吃肉才影响健康呢。阿姐啊，当年呢，我们全家迁居香港的时候我还很小，很多亲戚都是不记得了。是啊，都20多年了。是啊，在大陆上现在只有你和启亮是我最亲最亲的亲人了。我在香港是搞贸易的，现在大陆上改革开放，我想在这里得到发展。既然我们都是一家人了，你们把自己的朋友和关系介绍给我呀。大兄弟，你让我们介绍什么样的关系啊？当然是政府方面的了。大陆和香港的情况不一样，在这里办许多的事情啊，都需要经过政府来批准的。亮子他爸在部队，离这儿远着呢。可是北京城，我认识最大的官，也就是街道办事处主任吧，拢共也没说上几句话。我妈是他家庭妇女，当然没戏了。你有戏，你带着青年就有戏。当然了。我们班同学好几个家长都是大官，不是局长就是处长。哦，
你能不能介绍给我认识呀？可以啊。这个太好了，要是你能够办成功的话呀，我会重重的感谢你啊。谢谢表舅。哎，小姐啊，买单呢、啊、买单、哎、别买了别买了，我们都吃饱了。我是叫他来结账的。先生，一共280块。好好，280。谢谢。表舅，这是哪国钱啊？这是外汇赚呢、啊、在大陆上买东西啊，是不能够直接付港币的，要到银行去换成外汇券。哦，一块钱外汇券呢、啊，相当于1块钱人民币，但是有些地方呢又不收人民币，所以外汇券呢、啊、要比人民币的价值高啊。哦，嗨，今儿个呀，我是开了眼了啊，三个人花了280，还说是便宜。要不是说是香港人有钱呢，您想想，哎，280块还是外汇券，嗯，哟，合人民币300多，咱们一人吃了100多块啊。是啊，啊，哎，亮子，啊，你们同学家里真有局长、处长的？没，没有，啊，顺嘴瞎吹的。你小子，你看，人家对咱那么好，以后你让妈怎么有脸见人家？哎呀妈，您这你都不懂啊。我不这么说，嘿，您今后这辈子还见不着人家了。你想想，人家那么有钱，要不是您亲弟弟，人图咱什么呀？又请咱吃饭，又送咱东西的。你说的也在理。嗯，可是你已经答应人家了，要和人见面的呀。咱没现成的，还不会现找啊？您着什么急呀、啊？我这回马上要帮上来，我今后才愁钱花。小子。谢谢。哎，一达，你怎么来了？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？什么日子啊？14号星期二。再好好想想，2年前的今天他们干什么来着？咱们结婚整整2年了，对吧？是，这2年的工作太忙，都给忘了。今天呢，好好庆祝庆祝。怎么庆祝？嗯，去饭店呢吃顿饭。不行，太贵了，我回去多炒几个菜就行了。我就是不想让你太忙了。你应该吃顿现成的了。有你这句话，我就知足了。走吧。哎哎，在这儿哎，哎，咱们坐这儿，咱们坐这儿，坐这儿。啊！回家吧，大家回家啊！我已经饿得走不动了。哎哎，好好好。大爷，哎，这肉快吃完了吧？你拿着包，我去开个票，你那儿等座啊。哎哎，让点让点。来三种啤酒，哎，一种啤酒搭一个菜，抱着灯了，不许让您怎么还这样啊？到报社买去，我这就是规矩。是我买一个菜，三个菜咱买不起啊。两位你别喝呀、啊！哎，你怎么这态度？你怎么说话呢？有一个张捕头呢，我啤酒都是搭的啤酒。我点三个菜啊，要一车啤酒，那2车啊，给这位老同志吧啊。谢谢您，大哥，我已经好心眼了，谢谢你啊。师傅，您吃完了吗？马上完，马上完。来，刚走，刚走。哎，这儿有座来。哎，这儿有座，来来，这儿有座，这座是我占的。你占的，我坐着就是吃饭的吧？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、啊？那不讲道理、啊，我都排半天队了。什么叫吃饭？羡慕这样的人。怎么了？哎，这有人病。算了啊。哎，酒杯呢？哎，酒杯呢，服务员？哎，好的。喝完了。一会儿就来。你等会儿。等会儿。哎。老弟，哎。来。赶紧吃完走人吧啊！你这乱劲儿。
回家你还得给我下碗面条，我还没吃饱。什么破菜也贵难吃的，旁边一大帮人盯着你，真是花钱找罪受。乔，后悔了吧？我后面那人更讨厌，老是把脚搭在椅子上，没完没了的颤，颤得我直头晕。还是饭馆太少了，我就想不通，中国人这么多，就不能多开几家饭馆？是啊，这要是在边上开一个又干净、服务又好的饭馆，准能把生意抢回去。对，价钱公道，服务态再好，那全北京都该来了。加上出差的，甭多了，一天来100个人，一个人赚他5毛钱，一天就是50，一年就是10000多呢。相当于咱俩工资的20倍啊！这么好挣的钱，干嘛没人干呢？哎，你帮我瞧着，我推进看不准。走，往左。哎，就这样，别动了，否则一会儿又成哈进了。哎，这放大镜真不错，瞅着是痛快多了。那也不如人家大电视，人说了，就这9寸的吧，这花100多块钱能改成12了。省省吧。有的看就知足了，前些年没这电视机不照样过得挺舒坦的。哟，现在可不能没电视了，前两天停电不是，一到晚上这心里头没照没道了。现在街坊邻居都买电视机了，也没人上咱们家来看了。这一静下来啊，还真不习惯。人家报纸上说了，说这北京市现在光碟电视机有42万台，平均3家1台。现在社会是好了啊，嗯，你说要倒退几年，谁家舍得花几百块钱买这个不丁吃不丁用的，而且就这42万台吧，有39万台是这两年卖出去的。是啊，嗯。哎呦！嗨，你走错了吧？您找谁啊？找你啊？谁？亮子。呸！慢着来了。刚才啊，梦好几个。咋这样了？说大黑天你戴个墨镜不显得特务？可不，瞧你说的。哎。有我这么漂亮的特务？你小子怎么越混越没样了啊？把谁家大姑娘衣服偷着穿上了吧？老忘了你，这叫港式衬衫。哎，大妈，您看这裤子，哎，这叫喇叭裤。哎，现在卖的可时髦了，毛起毛正。嗯，哎，是喇叭。嗯。哎呀，不过裤子太长了，拖着地，你这一走路，它不扫地了。你们看，我这像不像香港来的？啊，他像个业余华侨。这说的真对。这眼镜我可瞅着眼熟，好像谁戴过。哎呀，就刚才电视里放的那个大箱底来的人，叫麦克哈里斯。那小哥说对，这就叫麦克镜，一样的。你等会儿，哎，你那上沾一什么东西吧？哦，那叫商标。来看，哎，一水外国字。有吗？您看，还真是都是字母上的。哎呦。这眼睛前头贴个这不养印的慌，是啊，您可别撕哎，这眼镜就这商标值钱，您要是撕了，谁知道它是外国的呀？哎，大妈，你看，这我要是这身打扮到街上这么一走，那不是满街筒的都知道我有海关系？是倒是变了啊，从前谁家有个海外关系啊，出门都得低着头走，嗯，现在是反过来了，对，恨不得举个牌满世界嚷嚷。当然了，要不然您这有海外关系能得洋货？哎，大哥，您别抽这个，您抽兄弟的，来，这是洋烟，灯喜路，没抽过吧？尝一个，来，呦，你看什么？这是带嘴的，暖和的，我给你点上，哎，真软，哎，烧死我吧！哎，这叫气体打火机。完了，杨洋有劲儿。哎呦，小子，一远方又就把你弄成这样了。你要弄一外国姨，还不烧死你啊？等，哎，给你们开，这是什么？这叫电子表。哎，呦，叫什么卡什么欧，日本名牌。哦，你看，又有星期有日历，一辈子不用上学。妈，你赶快好好想想，咱们有没有亲戚在海外啊？想什么想？我跟你爸三代贫农，出国的没有，出门要饭的倒有几。瞎了吧，真没出息。什么有出息？地主富能好。哎，大妈，哎，咱两家谁跟谁？我们家亲戚还不跟您家亲戚一样啊？哎，大妈，您看，这是我舅啊送给我妈的，我妈舍不得带，让我送您了。哟，这干什么？不行不行，我不能收这么贵重的。您看看呀，您看，哎，您看。哎呀，我可有年头没见这玩意儿了。哎，这可是纯金的，您看上头还写着18K 呢。您看，什么是18K？18K。就是挺值钱的意思吧，就好像说扑克牌的老 K 那是最大的吧，18个老K 呢，你看多值钱啊。哦，我小时候在我姥姥那儿见过金戒指，
还挺压手的。哎，大妈，那你就收下吧，我还有事要求您呢。大妈，哎，听我妈说，您单位有个女的，她爸是高干。啊，你说平平啊？我妈说您对她可好了。那是啊，她跟我儿子同学十几年呢。哎呦，大妈，我可找着组织了。主动一点吗？你说什么？我好了，孔夫子。别那么紧张，你又不是没来过。我知道你还为寒假的事跟我生气呢。谁让你跟我约那么晚的？我早就和我们同学定好了。玩得挺开心的是吧？哼，得了你啊！怎么今天突然想起我来了？有什么事电话里不能说，啊？弄得神秘兮兮的。我是有件事想跟你说，可我又怕你生气。什么事儿这么严重？我知道我说了以后你肯定不答应，所以刚才我一进门我就有点后悔了。你知道吧？咱们都认识十几年了，我觉得我自己特别不应该跟你提出那种很过分的要求。过分应该由我来决定，你想说什么就说吧。那我真说了，说了我可不一定答应你。是，这事决定权在你。你要是不说我就不听了啊。哎，平平，别，我说，是这样的，我们家吧有个邻居，我们处的关系特别好。他有舅舅，是表舅啊，是个港商，想到中国来做贸易。然后我那邻居说啊，他到北京来经商的话呢，最好能够上面有人支持他、帮助他。你看看可不可以跟你父亲说一下？不是，你要觉得为难的话，就自当我今天没来，我什么话也没说过，行不行？猜着你会不高兴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没笑你，我笑自己呢。平平，那我先回去了啊。哎，我也没说不帮你啊。让我爸出面见一个港商可能性不太大，不过我告诉你，我哥刚提升为副处长，他可能会帮上你。真的，平平，哎，你要能把这个事儿帮我办好了，我真的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。而且我今天没白来，我把我自个儿的任务完成了。你怎么陈焕来了？哎，阿姨，好久没上我们家来了。您刚下班哈？您现在陈焕架子可大呢，见着一面都难。哎，你就欺负人家陈焕老实。哎，对了，你们俩都在，来帮我一个忙啊，看看这里边有一篇署名潘晓的文章啊。这篇啊，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。刊物啊已经收到了上万封读者的来信，而且有些信是几百个年轻人联名写的。看起来这篇东西啊在全国已经引起了人生观的大讨论。那么报社让我写篇东西，我想听听你们的观点。嗯，阿姨啊，这篇文章呢我已经看过了，我觉得呢这个作者的遭遇我挺同情的，但是他那种结论我不能认同。你想啊，主观为自己，客观为别人，我觉得这是在宣扬一种个人主义。你这是在用文革语言，注意啊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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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算刚才我去那个措辞不太合适啊，
但是你想，一如果一个人把自个儿的主观利益全部为自己考虑的话，那客观为别人就是一种空幻。个体和个体，个体与群体之间，这种矛盾是普遍存在的。那照你的观点来讲，只能牺牲个体服从群体了？是这样的呀，社会的每一次前进都要靠牺牲我们个人的利益，甚至牺牲我们的生命。但如果一个人把自个儿个人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话，那这个社会就是一盘散沙，就不可能前进。不愧是政教系的啊，讲起大道理一通一通的啊，我妈喜欢听。哎，人家陈慧讲的确实有道理。大道理谁不会说呀？就普遍意义而言，人都是自私的，只是自私的程度不同。那你怎么解释那些个烈士和英雄们呢？我是说普遍意义，像你我这样的普通的人，你不可能要求所有的人都成为英雄和烈士吧？当然不能，但这应该是人生的最高境界，并且成为全社会公认的道德观和价值观。心中的歌。